字为什么你跟第二排的，为什么你跟左旁一读就读屈？你不知道那个字读倔吗？倔强的倔，倔强的倔，每一次都是屈，左旁也是屈，你也是倔，紧张的看着你也是屈。形声字的意义，它要看它的其他地方。来，准备。喂普通话水平测试模拟试题，考生请答题。三、二、一。单位：长江国际十八楼。姓名：张琪。考号：002。42，小学背的乘法口诀。现在40减32等于多少？八。哎，下一个。好，还剩他。然后呢，我们商一，棒不棒？有问题吗？是错了吧？好，我们就跟着这个来验算一次。既然你说老师算错，来啊。41×8，48×32，18得8，有毛病吗？有毛病吗？大大的勾啊！讲完了小学数学题啊，咱们来温习一下初中的数学题。这个呢，就涉及到根号了，比较高级。来，
同学知道这题怎么做吗？我知道有的人可能会说这题无解就这样了，但我告诉你，这题是这样的，二和二约了，这题呢就等于好。有的小朋友们还不懂，咱们就下一道。哎，这个呢就比较高级了，先给到十秒钟自己算，十九八，我不想等，知道接下来这个同时除以二，这儿呢就伤没了，这儿呢就等于二，算过来就等于，哎，是不是？是一个道理哦，懂了吗？大的勾啊，学会的扣一，没学会的扣眼珠子。左教授的数学课下课了，拜拜。